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域解说，继续来挑战这一个火花塔。现在是巴尔坦巴雷鲁，维克特利带上这些魔王吧，维克特利，这技能我还没有用过，我最常使用的还是那个谁啊？还是那个贝利亚，是不是没带石头啊？两个谁啊？维克特利跟银河是啥关系啊？居然能够把他们召唤出来，是不是我技能没给他选？这个技能我没给他，我是我没给他技能强化一下，躺这个巴尔坦星人这么痛苦。带上这两只小魔王还挺好看的，不过就是时间有点长了。我去调整一下，是不是技能没强化？技能是强化了，银河召唤，跟装备这些挺简单的，等那个再来继续这一个火花塔，应该杀鸡应该能够调整得了。我的卡次星人应该挑战不了。挑战不了幻能，可能一样也是缺少装备吧。不过扎基的攻击力太高了，卡斯星人还是不够厉害。
红莲火焰。红莲火焰能够打得赢这一个巴坦星人吗？一开始就直接被这样冻住了，哦，预约。是不是技能是没耍技能啊？没强化技能啊？可以免疫啊！两个人打一个阿坦大雷路，金骨桥。貌似打不赢哦，就差一丢丢。来看看这个金骨桥跟红莲火焰。没装备，红莲火焰五颗星啊，不是六颗星。异世传说雷欧，这些五颗星应该打不赢，除了这一个。雷杰都还很厉害，哎呦，别过去！跑哪里去了？哇，别被割到了，痛！这雷吉都跟神一样的，跟那个奥特曼之神，也会飞来飞去的。这会谁会先挂呀？别被巨片给锯到了。跑哪里去了？而且我这个雷杰多
好像没什么装备。